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学员一代。练的多就好，对，练好了，一天别练，慢慢练，还能不错，还能下手，往下手。这几个点干啥？打几圈？对呀，我打了一点儿，不得了。你可以前后练十分钟。嗯，对。那是上到家的时候，对，那是他练的，不很好，有的双脚啊，他这样不练，好多次，不适应。教才能走正常，就卷上花卉他才能走，要不他是不能走的。那时候就行，我也不是太明白，只是说听父亲这么说。以后呢，又访了很多，然后访来访去也有商人。就是一个叫心心相印的一个。然后这个魔术呢，我需要两名志愿者。志愿者，好，我来，我来志愿。我这不是他吗？你杀死他！行，去啊去啊！志愿者，志愿者，志愿者。我是觉得绝不能当，很容易被你打光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是不是托儿？肯定不是，第一次见面。需要先选一张预言牌，然后怎么样公平的去选一张预言牌呢？咱们就这样。首先呢，请你随便切一个，随便切一个，切一小坨吧，然后就翻过来放在上面，就随便切。小坨，好，翻过来。然后你呢，你切一个比它还要再深的地方，就随便切，再深，好，然后再翻过来。就是你们俩现在做两个。非常非常不可预测的，非常随机的一个切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看这几张是面朝上的，我们看第一张面朝下的，先把它放这儿，谁都不看到，就放在这儿，谁也不碰，就会它都会就整个在整个魔术当中，它会一直待在这儿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，直到最后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将把这个罗牌分成三摞嘛，一摞。这么厚差不多，第二轮也差不多厚，差不多厚度就行。三轮，然后你们两个随便选，那么你先随便选三轮中想要哪一个？这三轮，好，那一会儿你把它拿起来放到手中，然后盖住，抓在手上。然后你也随便选一个，拿到手中盖上。接下来呢，那最后这一轮就是我的了。接下来咱们要做一个。就是你们俩要跟着我的这个动作，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首先左手拿出来，然后随意从中间切一个拿到右手，然后扔到左手，然后记录咱们随便切的位置，就把另外一摞横着放上去，就是来标记一下咱们所切的那个位置。觉得这你们俩都是随便切的吧，你可以切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这个现在就要展现
这个心意相印，看咱们的这个默契程度还是一样的。首先难道说这个牌从始到终没有被碰过的，一直在这儿随便乱选。嗯，先看一下，黑桃六，它是一张黑桃六。哇，所以你非常接近。现在我刚刚随便切的，然后翻开。红桃 A。哎呦，方块，方块 A。那一般你这个随便切的，翻开看一下是什么？红桃 A。哎呦，哦呀！